铲压埋去啦。头正吹鸡，上半场够钟啦。踢完上半场之后，我谂两队喺更衣室里面咧被教练闹下啦，都可能要谂下有咩方法可以入波噶啦。努力啲啦，两队都系差些少运啫。你认为上半场嘅情况点咧？嗱，佢上半场咧差唔多系完全冇受到威胁嘅，球队嘅整体表现都很好。上半场都几好睇啊，但系就冇入波出现。但系下半场咧会唔会有啲唔同啦？零比零。好，我哋翻嚟再开波啦。广州富力上半场嘅表现就非常唔错啦，下半场最紧要就系把握机会啦。个波传向左翼，浪高个波。立到个波，仲有射佢，呢球入啦！下半场开始冇耐就有好戏睇啦！广州富力打开纪录啦，想入波揾佢咪得咯？连前锋咧，喂射佢啦！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，踢入中路过嚟解围。起脚 OK 啊，都值得试下嘅。呢球波我谂佢平时练习入咗好耐噶啦，不过练习同真正比赛争好远嘅。传个波入嚟，解围成功，有机会打反击啦。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有机会，穿咗好机会啊，有机会射啦，冇问题。呢球啊，安心啲，睇嚟睇得越搞唔搞得掂啊！睇嚟啊，似越咗位喎，系啦系啦。佢虽然越咗位喎，佢下下咁样杀入禁区咧，好有威。听到完场嘅鸡声啦，距离下一轮又近一步啦，作客赢波，下一场啊仲有主场优势，赢面好高啊 ！Keyman 啊，有冇咩意见咁啊？虽然话是强队对弱队啫，不过对手就是对手，好在咧佢对住实力比较差的对手咧，都发挥咗。
广州富力在第一回合的表现呢就真的非常之有冠军相啦，几乎呢就好像有一只脚踩进入决赛咁噶啦。虽然领队在赛前呢就提醒他们不要大意啦，以免射到啦，呢球波入咗啦，入波。是啊，咁早入波应该可以令到他们控制住成场波的局面。我就喜欢他够冷静，停一停先再射。广州富力个头开得几顺啊，问题就是 keep 唔 keep 到啫。喂，把握机会啊！虽然就不入啫，不过咁勤力都抵赚啦，系咪？呢啲波咪靓咯，难度好高噶，虽然不入都抵赚。迪比利出界界外球啊！真系好波啊，俾佢捉晒路啊！泰利将个波分去边啊？呢个直线靓啊！睇佢眼神啊，唔多高兴，你都知道发生咩事啦。嗱，可能咧沟通系出现咗少少问题啦，有啲牛头唔搭马嘴啊。泰利好快咁向前传，诶，有冇入啊？最后一脚差些少。呢个波进攻都系几美妙啊，防守啲球员都挂住睇啊，唔失波咪算你好彩啦。传传到咧，买门，守门员救得靓啊！呢个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实真系唔简单。踢个地波入嚟，准决赛踢完半场啦，两队只系相差一球啫，咁其实领先嘅都未算稳阵啦，落后嘅都唔系冇得追噶。比赛节奏咧，完全俾佢哋控制晒噶啦，班波踢得好顺。广州富力半场领先一球，两队开始下半场的赛事啦。领先一球是很大意义的，这脚直线一下汤穿晒，传翻俾龙门先，由头组织过，迪比利反击啦，泰利大脚解围，个波传向左翼，讲得好，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。泰利整脚直线，这个位试下落脚，泰利这脚比得不错，哦，比得太大力了，个笼没收，试下压埋去啦，迪亚高泰迪利个波飞出来，这球波过不去啦。现在一个传球，红龙门埋去射佢，嚟啦！领先住两球都怕请安全啦啩？广州富力唔放过咧，对手比失咗个波，一攞咗个波就即刻可以反击。咦，两边都利用这个机会去换一换人，执执个阵先啊！这个会是界外球，我相信队友都应该会黑他面的了。时间到了，球证明顶。
广州富力搞掂啦，下一场就系决赛。喂 ，Kevin， 可唔可以总结下啱先停波啊？嗱，准决赛大家都知啦，只系争一步就可以入到决赛噶啦。通常咧，啲球队啲压力都好大嘅，但系我哋见到呢队波冇咁嘅情况，踢得好好啊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啊节目啊告一段落，多谢晒 Kevin 今日嚟陪我哋睇波啊！哇，咁快完噶啦咩？各位球迷同埋观众们，大家好啊！咁啊，终于嚟到呢一个时刻啦噃。喺亚洲呢一度咧，有好多好出色嘅球队都想登上呢一个舞台噶。不过而家只系剩低两队可以喺呢度争冠军啫。
但呢项赛事嘅历史虽然就唔叫得做长啊，但系讲规模啊同埋精彩嘅程度咧，绝对唔会输俾其他嘅比赛噶。呢个球场嘅气氛咧，令人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啊！到底边个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发光发热呢？两队决赛开波都看得很谨慎的，不过一个入球就很容易改变形势的了。只观众最想看的就当然是进攻足球了。踢上去，这个位置试下落脚，个波甩咗出嚟，机会要自己创造的，其他球员都应该学一学啦。哇，跑得真系快啊！起到脚啦，入网！呢一个系咪个好开始呢？在咁大的压力之下，仍然表现得非常之冷静啊！呢位仁兄好嘢啊，成只马骝咁嘅，你都捉佢唔住嘅，又俾佢甩到身啦。广州富力先拔头筹，呢球波应该会俾到啲球员信心嘅，不过唔好松懈住。高空传球，一个长传啊上前场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，下次要俾好啲至得。嗱，其实个谂法唔错噶，走位都几好，可惜啊，俾波嘅质素争啲啦。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。呢球波过唔到啦！直接啊铲埋去，呜铲得干净利落啊！好，嚟到半场休息啦。头四十五分钟啊，几刺激啦！目前虽然得一个入波，但系比赛嘅战情系精彩噶。决赛踢完半场啦，喂，点睇啊？广州富力而家领先紧啦，我谂佢哋会轻松啲嘅。下半场佢哋唔知会点踢啦，我就觉得佢哋应该尝试争取入多个波，好似上半场咁啊啱。广州富力可以开开心心咧结束上半场啦，而家领先1-0嘅。好，比赛重新开始啦。呢个情况之下，应该要踢得大胆啲啦。试下呃埋去啦，头先真系牙烟啊！又一次争咗少少，我觉得本身嘅构思咧系唔错，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，一脚踢走呢个波，迪比利一嘢飞铲埋去，过到人啦，前面得翻个笼嘅咋。无论是入定不入，我想球迷都很喜欢看到球员这样去突破个防线的。喂，餐屎啊！这球波不入，后果可能很严重。整队波真的要多谢这个龙门，全靠他保住，不用被人追和。时候要禁制换人噶啦，而且两边一齐换波，成功解围。浪高个波，
解圍成功，有機會打反擊呢？擰埋去，哇！呢腳波踏曬 Q 啊！射佢，整多脚得手啦！喺呢一个时候赢紧两球，都赢得啦啩，怕扯呢一球波咧就唔系负碌噶，你睇佢入波前嗰个企位啊，真系为咗应付啲情况嘅啫。啊，佢咪有第六感嘅咧，快过人咁多攞到个波嘅，已经系梅开二度啦，当然想入多几球添啦。广州富力领先两球，时间无多，睇嚟场波分咗胜负噶啦。最后嘅鸡声响起，广州富力控制晒成个战局，咁啊赢咗呢一场波。下一场只要喺主场唔输嘅话咧，就可以晋级噶啦。Keyman 波啊睇完啦吓，成场波你有冇咩意见咁啊？嗱，睇下呢两队波实力上嘅差距啦。呢场波一开始就唔可以话一场公平嘅比赛啦，所以呢个赛果一点。